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he Candy Skin 的奈奈。今天呢，我要做的是 Hyuna Red Music Video Inspired Look。我个人觉得这个 Makeup Tutorial 蛮适合现在的那个 New Year Eve 的 Party。然后呢，女生呢，一般我觉得如果涂上一个红唇的话，会是非常的 feminine， 非常 sexy， 很性感。然后呢，你整个人会很出众。今天的红唇呢，是我用了我们家的10号，是那种 Cherry Tomato Red。然后呢，之后呢，在里面补上12号那种大红复古红的颜色。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那种满满的，很全框式的红唇，所以呢，最后我还是有用了一些粉饼，绘了一下那个嘴唇的唇形，看起来比较自然一些。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看起来比较漂亮，比较自然。Hyuna 呢，在这个妆里面呢，它的那个 socket 是很深的，你要把那个很深很深的 socket 画出来。然后眼影的方面呢，是有一点略微往上，很猫很猫的感觉。然后整个这个眼窝部分的那个你要绘出来。然后呢，Hyuna 在这个 music video 里面呢，她的睫毛呢也还蛮明显的，所以我今天是有佩戴一个假睫毛。但是我佩戴的话，不是佩戴那种很明显的、很浓郁的睫毛，而是比较纤长自然款的，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作风。然后下睫毛呢，你也要涂多一些，给它看起来比较浓郁一些。在这个 music video 里面呢， Hyuna 是有点上一颗痣，现在我是还没有点上。
在里面呢有绘上一颗那个字在这个 music video 里面。那现在呢我就给你们绘一下。那我现在用的是我们家的那个 chocolate， 你就不好不要拿黑色的来绘，会比较明显。然后我用了这种很细很细的那种眼线笔，然后你就在这个区域就点一个点，然后呢就这样子绘上，就会在诠释比较诠释这它整个 music video 里面的感觉。如果呢你想今年换一换一些 party 装的感觉，那么呢你就可以踩上这个，最后点上那颗字，那就会更像 Luna 里面的那个 music video 的感觉了。那2014结束了，今年是迈向新的一年2015。我希望呢，在2015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做什么都顺顺利利的。So Happy New Year and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2015 and I'll see you guys soon. Bye bye.